脅しは自然しもないな。喂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情况有转机啊。From majestic mountains and meadows of green to exquisite clear water so green, this wish is coming to you, coming to me.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哎呀，拿出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刚从彤彤学校回来，彤彤呢说江老师闹自杀，我就去学校看他，然后我发现吧，他的状态确实有点不太对。哎，你认识江老师比较久，他是那种会想不开的人吗？以我对江老师的了解，他是一个内心非常阳光、积极向上的女孩。过去的他绝对不可能自杀。但是认识你这个衰人之后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。正经一点，彤彤啊，还说了个馊主意，叫我假装跟江老师谈恋爱，先稳住他的情绪。好大一个坑啊！要我就不跳，进去也出不来了。跟你说事儿呢，别玩了，赶紧的，想一个靠谱点的办法。这日子一天天过去的，不能让他越陷越深，得想个办法跟他把误会解释清楚了。哎，我有一个万全之策，就是你在江老师这儿服刑人命。你的建议啊，一点含金量都没有，真是狗啊。感恩之心都没有。长江，最近你们公司那个女同事怎么不给你打电话了？你还盼着她打？不是，前几天吧，天天晚上给你打，这突然不打了，心里有点不踏实了。真贱！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个手机我回来现在都关机了，所以他没有机会骚扰我了。你看你心里有鬼吧，是吧？怕我听见。对，有鬼，心里有冤死鬼。你是什么态度？又想给我玩消极抵抗？你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呀，让我好好吃口饭啊。现在单位这温丽都快整死我了。要不你就跟他一块儿，下手再狠点，一下把我弄死，我也解脱了。谁不心疼你了？还有比我更心疼你的人？多吃点，你都瘦了。哎呀，我吃点素。哎呀，行，暂时胆固醇都上来了。一次两次高不了，吃吧。你听没听说？江老师
差点自杀了。你真够八卦的，你从哪听说的？妈妈圈里都传开了，说张老师在感情上受了点刺激，说是为情所困。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吧。那胡星他妈和女儿呢，给他出个馊主意，让他俩先谈恋爱。跟江老师啊，假的。说这样江老师没准就好起来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，没准他们俩处着处着就有感情了呢。就好比当初我嫁给你那会儿，心里压根就没看上你，不也伺候你半辈子了？对江老师也不是那么无绝情，他现在就属于摇摆不定的状态，需要别人推他一把，要不推呢，他自己就缩回来。对，那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啊？江老师给我发信息，说什么？他说特别喜欢戴丽送他的花。臭小子，还挺有一套。等等，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哎呀，我真的确实有一个好主意，等着瞧，阿奶奶。你听奶奶跟你说一句啊，行。如果这回啊，要是再不成，我们就算了啊。强扭的瓜不甜。奶奶，为了家庭幸福，这次不成功变成人。江老师成语教的还真不错。就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彤彤，来来来，快喝汤！快快快！我不喝了，奶奶。为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要减肥啊！早餐特别重要，一定要吃的。Daddy， 昨天江老师又来找电闪雷鸣打游戏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特别的对，我们不能再这么瞒下去。反正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还赶紧跟江老师说清楚比较好。停。啊？为什么是我？那不可能是我吧？那要是江老师知道我就是电闪雷鸣的话，我跟他连朋友都做不了了。哎，爹爹爹爹，你就让他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。Please， 爹爹。那你先同意了。
那个，我已经以你的名义约姜老师了啊，中午12点星空咖啡馆。啊，12点？那不是快了吗？哎呦，赶紧换衣服去，快点，别迟到了啊！赶紧去，留一个好印象。妈怎么连你都帮着他？赶紧出门。 哎，为什么是我去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快去！你都准备好了？我办事儿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睡得怎么样？ 昨天后来我怎么着了？你喝多了还耍酒疯，把目的吓死了。不可能，你少诓我啊！我这人酒品好的不得了。欢欢，我想好了，我要给张无心打个电话。打，早就该打了啊！不是等你醒过来吗？ 总占线呀！我把我拉黑了吧？干得漂亮！让你也尝尝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也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煎熬和折磨的滋味。干嘛去？我找他去，我得跟他当面说清楚。 头头，话还没来呢，这我怎么还不来？我去！哎呀，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多久了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，来来。红星啊，哎呦，领带都不带呀，真是的。我就是去跟他吃个饭，把话说清楚。我不是去开会，哪有领带？哎呦，对姜老师来说可重要了。 你看看，就是最后一面也得给人家留下好印象嘛。行行行，那我去换长毛马褂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爹爹，你帅。花。啊，对。怎么了？又送花？那男人给女人送花很正常嘛。就是呀。来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百合花呢是姜老师最喜欢的花，而且表达了我对他的歉意。我跟你说，这句对不起，要是我不说的话，我这辈子就有可能深深的啊活在这个歉意当中。 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把它亲手交给姜老师，知道吗？我觉得吧，你要是不想一辈子活在深深的歉意当中，就是你自个儿去跟他说声对不起。行了，学到教训没有？啊，诚实是最上策。行了，快走吧。行，我走了。哎，爹爹，态度一定要诚恳温柔一点啊，别伤害了姜老师。知道了。 琳达，嗨，Oliver， 来找我爸吗？啊，对对，我找他点重要的事情，他在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来了。 这花是送给我的吗？啊，对，谢谢。没有，这个是昨日的相逢，虚幻；今日的相聚，温馨。正是因为爱，才悄悄地躲开。躲开的是身影，躲不开的是默默的情怀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你表达我的爱。 江慧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爱你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
吴桐，你说仔细一点，你爸爸和姜老师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仔细一点呐，就是他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总算把你爸爸给打下了。张彤，来来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今天在咖啡厅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你安排的？哎呦，有话好好说，干嘛发脾气呀？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自己不去解释，要我帮你解释，行，没问题，我去了。然后你又安排这么多的事情，加深了我跟张老师的误会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姑娘想要个妈妈，怎么了？错了？你看她从小缺母爱。碰到一个他喜欢的、他信任的人容易吗？他，你干嘛跟他发脾气呀？妈，事情也不是这样子的。两个大人能在一块儿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你觉得就当过家家一样，种了花，然后抱在一块儿，就能在一起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问你，姜老师到底哪儿不好了？姜老师没有不好，但是，我跟他。你就不喜欢老师，对不对？你烦老师，对不对？我对老师也没有意见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你们 ，Oh my God！ 我说了，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是你喜欢，你也喜欢，那有没有人考虑我喜欢什么？那我们喜欢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呢？行，我说过你们，我仔细想想。你不是说他俩都抱在一起了吗？我见到的确实是抱一起了呀。哎呦！你的事儿，丁家都跟我说了啊。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挺好的。节哀顺变吧，挺好的。哎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啊，这种事儿不能勉强啊。你看你现在就是要打游戏，荒废人生。哎，这事儿现在已经不是我乐意或不乐意就能够解决的，好吗？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哎，这就叫。烧香招鬼了！我跟你说，姜老师爱上你，那真是你要不赶紧的想办法脱身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少说风凉话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办法，办法有的是。你说啊！哎呀，这很简单，你先跟他先勉强谈着吧，先把他稳定住，别让他出事儿，知道吗？回头你就把你骨子里那些个恶心龌龊啊、不要脸这些东西就端出来。他肯定离开你了。你这方法靠不靠谱？靠谱，靠谱，靠谱，靠谱。这当年都是我的大招，多少少女啊，为此望而却步。那些少女望而却步，是因为你的颜值，好吗？哎，是因为我的颜值。不行，你刚说那个不行。他之前已经受过很多伤害了，你得想个办法是。不伤害他，还能让他觉得说离开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。那你就现在就过去，就你现在这一脸的衰相，他看你可能特愿离开你，会特别快乐。
哎，这我不玩了，你不玩，别管我。北京，想五十。四五姐，我听。喂，姜老师。怎么还叫我姜老师啊？叫我姜慧吧。好啊。哦，怎么了吗？那叫一声听听。我在公司开会呢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我想搬出宿舍，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房子。你下午有没有空陪我去看看，给我拿拿主意啊？好呀，我公司先忙，然后回头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哦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工作日来找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他说要搬家，让我帮他看房子。哎呦，这么野吗？要跟你同居啊？想跟什么呀？哎，你要可以，那什么，那个将计就计啊？怎么将计就计？你别去，对吧？你就闪着他，让他死等去吧。哦，行，我现在打电话告诉他。帮他打电话。你不怪我啊？那怎么办？手机关了呀！把手机关了。对，这么贱的招你也想不出来，可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等等我啊！你怎么那么晚？哎，为那1500万呗。不就1500万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天天挂嘴上。什么多大点事儿啊？我的养家糊口，大哥，那是点儿吗？我什么时候能够开机啊？开什么机啊？手机啊。你还没开呢？没呢。快开吧，那江慧早就给汽修克了，肯定。哎，你以后哎，自己也开动一下脑筋，发挥想象力，是吧？事儿就解决，没那么难。果然是大招。对，想象力啊，发挥想象力，这事情简单。哎，张红星，我听见了没有？来笑话了，找你算账。嘿，下班了。对，你好，爸爸。哎，瞧我这脑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午太忙了，没回你电话。没事，我知道你忙。那个房子我自己去看了，有几套挺不错的，我拍了照片了，你帮我拿拿主意吧。好啊。看，你现在。这些家具都可以给我们，而且我觉得价格也都挺划算的。嘛呢？练气功呢？啊？跟你说话了？他有女朋友了。谁啊？张无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见他们俩抱在一起了。在哪儿抱一起了？在餐厅。他女儿带我去的。就那美国妞，你一去。就看他跟别的女的抱在一起啊？嗯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世界这么大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你一到那儿你就看见他俩抱一块儿，有什么奇怪的？那他怎么会知道他们俩抱在一起啊？世界这么大，怎么我就撞着了？你问我呢？我又不是当事人。我怎么知道？
就知道哭你，有本事到张红星面前哭去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你真以为你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宇宙无敌美少女啊？我告诉你，错过张红星这个村儿，你可找不回这么好的店了啊！关敏啊，你有病你知道吗？你咋有病呢？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这样，一点捕风捉影、什么绿豆大的事儿就开始纠结，拒人于千里之外啊！哎，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一遇见事儿就知道躲躲躲、藏藏藏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？能不能替别人想想？你给张红星一个解释的机会，怎么了啊？能要你命啊？能死是吧？对，能死。我知道我毛病，我就改不了。我真的爱他。我太爱他了，我真的爱他。别哭了，莫莉亚家的。别疼死，我怕你背不起。哎呀！江辉打电话给我，叫我晚上去帮他搬家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觉得呢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能去啊？不去，再放一次他鸽子。哦，你的这个头脑真的很僵化啊。没有我看来你真不行，这一招有使两遍的吧，大哥。再说上一回那招好像没太灵啊，所以找你来商量。去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上次不灵呢，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你的不靠谱。这次，你现场，活人大表演。怎么表演不靠谱？你就是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担。你平时那德行，好逸恶劳那劲儿，拿出来就行了。我再信你一次，下了班一块去。我不去，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，我去干什么？嘿，鲜花也有绿叶衬呢。我表演不靠谱，你就去献殷勤，这样就显得我特别不靠谱啊。就这么注定了啊。搬石头砸自己脚了。来了来了，江老师。丁阳爸爸，你怎么是你来了？对，我是听说您搬家，我过来搭把手啊。张红星呢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我今天在办公室太累了，所以没什么力气。怎么累成这样了？快进来坐，快！还好我椅子都已经弄干净了，你先坐会儿吧。谢谢你哦。让你工作别那么上心，你看你累的样子。我把树整理好就行了啊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不，你看你的德行，哎，什么帮不了你，得帮人拿东西啊。哎，那个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不用不用，这个是。对。那我帮你把这挂上。
费你身败名裂啊！我，但刚才进门不错，我觉得江老师真的挺贤惠的，有点不落人类。这样靠谱吗你？靠不靠谱？进去。我很快就好啊，你坐会儿。哎，这么多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搬上来的呀？哦，不是，我找了搬家公司。大家具都差不多，就剩这些书和照片了。哎呀，你看江老师忙的都没时间喝杯水，我给您倒杯水啊。不用不用，那个水不干净，你用这个水，你帮我给张红星倒点水。哎，好了，谢谢啊。他还有脸喝水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好好休息，坐着没事。啊。你别管我，你去坚持演点暖男，再加上累一点，就快成功了。你别管这个，你就做出反差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哎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就给我演好看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啊！红星，你真的没事啊？啊？水都洒了。张红星，丁阳爸爸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哎呀，把你累坏了，快坐坐会儿。全完成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你快坐会儿吧。哎呀，你这房子看着小哎，真是五脏俱全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样样不差。以后不是得在这过日子了吗？我们得做饭吃呀。你累了，赶紧来歇歇，我给你拿点喝的啊。哎，行了啊，别演了，都收拾完了。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别理他。喂，美瑶。喂。有空吗？我们聊聊。好啊好啊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那在咖啡厅见吧。好，好，好。要去哪儿你？啊，你这孙子，我丢了半条命了，你还要出去逍遥？你就闪个烂招，烂招，人都看出来。老妖。嘿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江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去，你去哪儿啊？公司有急事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外头吗？门卡住了，电梯卡住了。手机呢？你喝点东西，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让你做那么多事情。没事没事，江老师，那个也不早了，我也回去了，因为老班等我在家吃饭。哎哎，别别，那个我本来就想请你吃饭来着。一方面你帮我整理，还有就是我跟红星刚在一起，我有些事情想向你请教，行吗？你等会儿，你一会儿，你先把这个拿下来，我去拿钱啊。我等我等我啊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啊。有人吗？小姐，
哎，麻烦给我杯橙汁好吗？好的，稍等，谢谢。哎，江老师，丁阳那个最近表现还可以吧？他反正都一直都很稳定，反倒是张彤老师惹他麻烦。你桃花遗传这事儿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要坏了吧？怎么办呀？哎呀，那还有楼梯在那儿。要不走楼梯吧？嗯，多少层来着？18层。走吧。行，吃饭前锻炼锻炼啊。这些人关的，我觉得肯定是受不大了了。什么意思？电梯怎么了？有人被关在电梯里了，就卡在上一层。谁这么背啊？就是，关了多久了？大概得15分钟了吧？你说这不作孽吗？你说，不会是张红星吧？哎，喂喂，他不没那么帅吧？不行。哎，哎，这个女人。这是要死的节奏啊！这是，阿姨，是有人被困在里面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红星，红星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江老师，江老师，江老师，电梯卡住了，你能找人来维修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打电话给物业，你别急啊。电话已经打了。哦，是啊。红星，说那个电梯维修兵在路上了，你别着急。哎呦我天，红星，我天，真是红星啊！是他在里面，怎么办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的手机好像落在你家了，能帮我找一下吗？手机？他要找手机，那我去了，你看着他啊。放心放心，别着急啊，没事没事啊。哎呀，幸亏没跟你一块走哎。是我想要，亲吻牵手拥抱。